打的是你死我活，看到赖清德，看到二百五，看到飞机杯，看到马桶盖，看到那些垃圾立委摇旗呐喊加油怕戏怕戏，郭董多那个怕戏。如果我是郭台铭，我会怎么做？我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我会做一个最大的后盾，我会出来说，我希望侯友宜以及柯文哲可以破天荒合作，谁胜谁负你们两个赶快讲，这是多么的慷慨激昂，一夕之间你就变人民英雄。你知道被民进党害的最严重的现在是我，打的最用力的也打的是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小人得志的嘴脸，不要说只有官长看到，你们瞎了吗？你们可以忍吗？你们可以吞吗？郭台铭今天宣布参选的震撼弹，一点都没震撼到官长。他这个东西叫做箭在弦上，中华民国嘛，我们所有的人民嘛，都有参选的权利，更何况是一个手粗成这样的一个男人。人家说选举需要打的是金元，需要新台币，他个人完全不用。以他的身家啊，可以选100次总统，甚至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子、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可以投入选举选总统的阵容。他不只是有钱，他也不只是非常有钱，他是有钱到有钱到年轻人看到他都叫他爸爸。但是有钱啊归有钱，我跟郭爸爸报告，在企业上我个人给你的最高最高的肯定。但是今天讲到政治，您再有钱，你也不可能把你的散尽万贯家财均分给台湾的每一个人。在您的巨额财富之下，带来的就是非常非常重的包袱。有钱很好，但是有钱出来选举不好。你是一个最好的协调者，如果你今天可以把其他两个阵营整合起来，只需要派出一个最强的，而你把民进党拉下来了，无论今天这个人是不是你，今天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叫做千古罪人，第二条叫做人民英雄。四个人出来选，赖清德有极大的几率不用选，躺着。我们这些在野的力量需要的是把这个贪腐的政党满嘴每次被抓到一副嚣张跋扈的样子，如果有任何不法的证据，欢迎提告。然而一转头，三个人正在打架，打的是你死我活。看到赖清德，看到二百五，看到飞机杯，看到马桶盖，看到那些垃圾立委摇旗呐喊加油怕戏怕戏，郭董多那个怕戏。如果我是郭台铭，我会怎么做？我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我会做一个最大的后盾，我会出来说，我希望侯友宜以及柯文哲可以破天荒合作，谁胜谁负你们两个赶快讲，这是多么的慷慨激昂，一夕之间你就变人民英雄。只要你拉下自己的脸，放下自己的自尊，以台湾苍生为己念。你知道被民进党害的最严重的现在是我，打的最用力的也打的是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小人得志的嘴脸，不要说只有官长看到，你们瞎了吗？你们可以忍吗？你们可以吞吗？